这个消息呢，不了解的时候是不知道的，但是看一看呢，真的是惊悚。所以呢，从此不要用塑料袋，因为虽然我们是用它来装东西，但是它已经经过我们的手流进海洋之后，伤害了很多众生的生命。所以说，如果有一个东西，你用它图了方便，可是如果假如说很多小朋友拿到它就死了，那么我们人类一定会不会用的，会不会？但是因为呢，伤及的是鸟的小孩，然后或者说很多无辜的生命，可能呢人就不太管他们，会继续用，或者说根本不知道。我是从菩萨界的角度认为说，我们不能在这个连环杀生的这个链条里边再投入我们的业力。我希望说，在座所有的同学从此不要用塑料袋，然后我不想用那种方法说慢慢减量，然后我觉得不用慢慢减量，从此不用就可以了。然后每个人再回去找多少个人，从此不用，从此不用。然后大众拒绝用塑料袋，从这个行为开始，是不是可以救？你看那岛上的那些小鸟，他们在岛上生活，他们也没有伤害人类，但是人类随手扔的东西却害死了他们。你看那妈妈对小鸟那种心，很认真地喂它东西，但是如果他妈妈知道他喂的都是毒药，喂的东西根本不能吃，你想想，触目惊心。所以，我现在把塑料袋叫连环杀手，因为他杀了一个鱼，那个鱼死了之后，他也不会烂，他再杀另一个，再杀另一个，再杀另一个，最后一定会杀到人类本身的，会不会？对，就循环到自己头上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用塑料袋？因为塑料袋薄，比较方便，然后轻，有诸多的好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好处障蔽着看不到，现在已经对环境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现在已经成为悲伤的海洋了。像蔚蓝色的海洋多么美，现在已经弄成这样。如果现在我们不开始努力的话，20年之后的大海会是什么样子，实在是不敢想象。有人说，海洋那么大一个垃圾袋，我怎么办？从我做起，我从现在开始不用塑料袋。不敢命令诸位，只是恳请诸位，当你的手要去碰塑料袋的时候，想一想那些惨死的小鸟，还有那些那么庞大的生命，后来像一条绳子一样就死在海洋里。你可以想想，胃里边塞满塑料袋，然后每天吃每天吃，却不知道什么莫名其妙的衰竭的痛苦，他在临死前要受多少痛苦。可这个痛苦居然是我在无意间快快乐乐拎着东西去购物然后拎回来的，然后一丢就成这样。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呢，已经没有什么理由，我们对塑料袋的政治键就是拒绝用它，因为它已经是伤害到太有情的生命了，对吧？我们不知道哪一只鱼或者哪一个鸟会吞到它，所以我们是对所有的很多很多的海洋的空中的友情怎么样，我省下这个塑料袋，会不会？这样的话你不用一个塑料袋，实际上你对不可思议的友情造了一个什么业呀？保护它生命的业。你虽然是一个小小塑料袋，你每天要用的，你说啊，我不要用，我保护那些所有的生命。
所以说每个人都透过不用塑料袋这个行为可以累积很大很大的资粮，就是呼声，恳请诸位不要再用了，就说不要拖延，不要懈怠，就立刻不要用了，因为它杀害其他的生命。